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我又来到了 VIP Barber Shop， 暌违了三四个月。老板说又有新的小姐姐要请老师我来帮忙评价一下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这里喽。刚好筋骨也需要活动活动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准备要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迫不及待啊！所以是这位小姐姐吗 ？Let's go, let's go。这里就是它的服务内容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这个只有40万就可以做90分钟。那强尼今天一样是选 VIP 房，那赶快去享受吧。我跟大家说，影片上的小姐姐呢，其实是真的有在服务的哦，只是说呢，他们就比较热门啦，所以呢，大家就是要看机会。那当然是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服务啦。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听说这位小姐姐会说中文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跟她聊聊天。跟大家讲哦，其实今天呢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哦，因为老板拍胸脯跟我保证说，这位小姐姐的按摩非常厉害，那我等一下就准备来评鉴评鉴。舒服哎，力道很够哎，不痛吗？不痛，哇，你真的会说中文，很棒很棒。你做按摩多久啦？2年了，哦，2年技术的小姐姐哦，我们来看看。不痛，很舒服。
这小姐姐真的很漂亮哎，很像韩国人哎。啊，我有点好奇，想跟她聊聊天，我来问她几个问题好了。小姐姐在这边工作，大部分客人都什么人啊？台湾人，韩国人，中国人，也是很多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很多吧？很多。他们这里真的脚趾甲也开始剪了哎，真的服务有 up 哦。重头戏来了，老板说他按摩很厉害，我们来体验看看。哦，他按腿很舒服哎。小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Vicky 小姐姐会说中文，真的很方便。小姐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24岁哦，很年轻哎。那小姐姐，你做这么多客人呢、啊，你喜欢哪样的客人呢、啊？我喜欢difficult。给你 tips 的客人哦，应该很多小姐姐都喜欢了，很搞笑哎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骗人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可以说中文，然后呢又活泼，真的大家可以过来认识一下 Vicky 小姐姐。很爱笑，真的很爱笑。舒服，他的指压很强哎，
好OK 好，很好，哇，三次那这就是强尼今天在 VIP 的新的体验，哇，新的小姐姐技术很好， Vicky 谢谢你。她真的呢，哎，老板没有骗我，她的按摩技术是非常好的哦，而且呢非常的健谈，还会说中文，非常的好。啊，你会说英文吗？英文呢，一点点，所以英文、中文、越南文都可以。那大家别看这样，影片上出现的小姐呢，其实她们真的都有实际在这里工作，只是说可能太忙啊，或者是有粉丝说预约的话呢，有时候也预约得到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